我感觉是半瓶。啊啊啊！懂了。有人说爱我啊，我爱你。啊，好，好，第一首是 Hello 是吧？好，晚上吃什么东西了吗？没吃啊，就是工作的时候不能吃东西，万一激动了不吐出来怎么办？是不是？今天好好看是吧？对啊，我很喜欢这背带裤，对，非常可爱。就每一天的风格好像都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穿了一次西装，然后你们都说非常好看是吧？今天没有尝试过那个背带裤，上次从绍兴回来的时候也穿了一次，觉得还不错，蛮挺适合自己的。너무酷，너무귀여워，감사합니다。对，我很喜欢红色，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红、黑白。是的，今天好可爱。我原来不知道为什么是好可爱，现在我知道了。然后有一次跟老林，林一直嘛，发微信，我问你吃了吗？他说我没吃，那我去你家吃了。然后他给我发了一只猴子，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咱们今天吃猴吗？不是，他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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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猴吗？他说也发了一个图标，特别可爱。上午的时候和老林还有杨彤在他家，对，密谋一些事情，不告诉你们，不能告诉。你们也喜欢红色是吧？我觉得特别喜欢红色，红色给人感觉就是热血激情。啊，有些人很聪明啊，看我发微博了，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是吧？因为我那个兰布和野马都是在他家录的，他是一个独立的音乐人，大家可以听他一首歌叫 Boring 无趣，那首歌我和杨彤非常的喜欢。对，穿红色就精神是吧？今天的这个，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刚才就试了一下这个混响啊，这个氛围非常好，真的非常酷。这个直播间真的非常的 nice， 就是想唱现场或唱 live 的话，如果你在下边就知道那种音质的效果。哎，你好，你好，谢谢。我也想你啊，所以想的我都写歌给你们听了。这是哪儿？这是北京，在什么地方？好像在大望路附近吧。能说我在生日会非常帅的，那你一定是来生日会的。谢谢你那天到来。啊，有人不能来看直播是吧？因为他工作，没关系啊，你可以看回播嘛。就是他的好朋友帮他录下屏，然后放给他。神仙喝水，这怎么就神仙喝水了？这喝口水就神仙了。你们是想让我那个站着唱还是坐着唱？来给我扣一下，如果一是站着，二是坐着，来告诉我一下。
你们好像很少看见我会直播，因为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怎么喜欢直播，但是今天是酷狗首唱会，可以唱歌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擅长那个言谈嘛，然后今天如果是唱歌的话呢，我就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因为现在就是有两首新的作品，然后想给大家听。好，Hey, and I met a girl like you. I'm the only one who like you. Go to Bali, so up a song, sing you all of a song. With a wonderful girl like you, yeah. 我会一直记住你，我会一直想着你呀，我会一直陪着你，一直在乎你，一直珍惜你。你对我的爱永远不会找借口，你对我的心不只是一点感动。准备听歌了啊，就是与我们往常一样 ，Hello， 先开始啊 ，Hello， 会唱吗 ？Hello，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if you leave a regret, please don't go, baby. I just want you.Met a girl like you, I'm the only one who like you. Go to Bali, so up a song, sing you all of a song. With a wonderful girl like you, yeah. 我会一直记住你，我会一直想着你，我会一直陪着你，一直在乎你，一直珍惜你。借口，感动，希望每一天你都站在我的胸口，嗅着你头发，把你搂在怀中。Trust me, give me all the energy. Let me be your hero. Let me be your side. 24/7, see you anytime. Only you never say no. Let me hear that. Hello. Hello.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if you leave a regret, please don't go,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if you give me power to let me go. Hey, open my wrong arm for you.Open my true heart for you, yeah. I will pay to God every day, all the time. I'll be fun for you, yeah. I don't wanna you say, I don't wanna you cry, yeah. I don't wanna let you go, wanna leave me alone, wanna losing you. Hey, 你对我的爱永远不会找借口，你对我的心不只是一点感动。希望每一天你都站在我的胸，抽着你头发，把你搂在怀中。Kiss me, trust me, give me all the energy. Let me be a hero, let me be a side. 24/7, see you anytime.You never say no, let me say that. Hello,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if you leave a regret, please don't go,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if you give me power to let me go. 我会喜欢你所有的情绪，我会带给你所有的 happy.就算为你开天辟地，我一定会去开 a 飞弹，开 a 飞弹。I really really want to see you tonight. Care about that, care about that. 你开不开心好久 ，You are my life. Hello,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if you leave a regret, please don't go,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if you give me power to let me go.I just want you to know if you leave a regret, please don't go,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if you give me power to let me go. 谢谢我的第一首歌 ，Hello。我要再唱一遍吗？哇，瞬间来这么多人。谢谢赞。直播间右下面的新歌评论区，线上的粉丝可以给我的 Hello 评论，每超过9999加，就是999加，就会有一次爆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爆灯，反正就加吧。
啊、哦，效果是吧？有可能是，如果就加一次爆灯，就是镜头拉近一点，最后拉到就剩鼻孔了，是吧？好听吗？好听，大家给我在那个下面评论告诉我。大家知道这首《Hello》是我怎么做的，是吧？我再给大家讲这个故事。这一次是我去巴厘岛，就你们看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写出这首歌，然后就是去那看到那边风景了以后，我就想到了很多画面，就觉得给人一种很感放松，然后不会有压力，因为在我在工作当中嘛，会有一些压力，比如就是跳舞的时候啊，累的时候，然后我就想每一个人吧，都会需要一个放松的时间和空间，然后我就每一年我都会去海边，因为我是天蝎座，我就喜欢在海边的感觉，然后就去了就是非常浪漫的城市巴厘岛，我看到那边的风景，我就觉得哇，我觉得不写首歌我都亏了自己这次去，然后我就那个时候用很简单的一个设备，就 GoPro 吧，那是 Go6 的时候，哎 Go5 的时候，然后就拍了一些画面，然后我就觉得哦，这些画面完全可以剪了一个 MV， 然后我就想要想达到一个质感的话，你必须得还需要一些东西，然后你知道我去哪里了吗？就你们所看到的所有的空镜都是在北戴河拍的，这是不是很你们想不到是吧？为什么北戴河有那么好的风景？因为我调色，对，我调色，我调了两天两夜，因为那个我把北戴河那个风景直接就是调成了那个夏威夷的感觉，然后我把两个地方结在一起，你们有的时候会感受到，这首就是 Hello 画面有的时候不一样，因为它能不是同一个设备，也不是同一天，就是这首歌我的心路历程。然后这一次的 Lambo 啊，这个 Lambo 啊，我还没给你们放大招。如果野马在你们心中 MV 的成分是5的话 ，Lambo 的话，我敢给你保票，它是10。对，因为我这次已经会用设备了，之前用大疆都玩坏了，然后这次去的时候准备了一个更多好的作品，就是为了看更好的画质，让给你们感觉就更怦然的心动。因为我的歌词是我向大海拥抱着你们，抱紧你。你想想，这个话，这歌词写的就是这么的真实，所以我的画面的时候，一定给你们的感觉就是更放松，让你们更享受的那种我在外边和你一起旅游，带着你一起旅游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配上画面 MV 的话，你们一定会疯掉吧？对，好，玩游戏，我最喜欢玩游戏了。好嘞。好了，玩游戏时间到了啊！大家先看一下，哎，好，我现在开始念了，请田书晨给 Black Ace 的5位小伙伴发语音，问他们你觉得我适合养猫吗？这个问题肯定我不会问呢。直播结束前，请田书晨再次拿出手机，如超过3位小伙伴回复适合，则挑战成功。若未达到3位，则要接受卖萌3连拍惩罚。我感觉应该不会吧，因为我太爱狗了。他们觉得，如果我要是养猫了，就是他们都会去催我，因为我的粽子，他们都知道我的粽子。就我回来昨，我今天还发了个朋友圈，就一起来的时候，粽子就睡在那儿，我发现我睡得特别香，就一起来我还抱着他。哎，这是挑战，好挑战。随便吗？好，是语音还是文字？好，我还用说出来给谁吗？好，我刚跟杨彤聊完天嘛，他正好应该也没有关系，我现在就问他，我发语音了。彤彤，你觉得我适合养猫吗？彤彤，你觉得我适合养猫吗？好，下一个啊。如果他不回复呢？好，
好，我问一下品林，品林，你觉得我适合养猫吗？好了，发出去了。哎，杨彤现在就回复了，我能听吗？他给我回复了，看我一看他就觉得，迪迪。因为迪迪很少说话，知道吗？我。迪迪，你觉得我适合养猫吗？猫是cat， 对，适合养，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因为迪迪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他不懂有些字，你得给他翻译过来。好，现在问一下我们 AJ， 要 AJ， 你觉得我适合养猫吗？就像你那个小猫一样，觉得适合吗？OK， 还有一个，给奶茶发。啊，哇，翻不到哎，那直接在群里找一个找一个吧。我觉得顺养猫，我再问他。对吧，顺儿肯定是有爱心的。顺儿，我觉得那猫特别可爱，就我想养你那个猫，你觉得我这养猫适合吗？ OK 啊，我都发了五个，我现在可以收手机了是吧？ OK OK 放旁边是吧？可以了。好，现在我要到了清唱环节啊，你们有想听的歌就是赶紧点，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把这个机会，不会说我的那个两首原创马上要发的，因为肯定会放啊，所以你要选一个我不会唱的。你看我就知道有人说要说野马了啊，新歌来，大家快告诉我要你们想听什么歌，这个时候很难啊，快点啊。哎，我听见一个，有个入戏太深，太大神，是入戏太深吗？有一个说了一个可不可以65158，好，可不可以啊？这歌我其实听，是吗？你们想我清唱，哎呀，我就来吧。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爱上了你没什么道理，只是刚好情窦初开遇到你。好了，清唱还有吗？来吧，清唱的啊。假如我年少又为不自卑，我只会唱这一段啊。我怀念的依然喜欢告白气球，宋冬野的 Hello， 就你们有近期的想听啊 ？YY Home OK， 我想那个福就是有一个，哦，就太快了，反正我看见有个云逝去，他说了一个 YY Home 啊，那我就给你听他那个，就直接唱副歌了啊。멈추시간속잠든너를찾아가아무리막아도결국너의거친걸결국긴요해는그네이제돌아가노란의집으로지금다시와이베홈可以吗？给点，对，给我点那个点赞啊！对对对，你点赞我才能继续往下继续唱好听的歌。Come on, come on， 有我爸的感觉是吗？流星雨啊，莫妮卡 OK， 莫妮卡，我给你唱个莫妮卡啊。老师还能再唱吗？哦，莫妮卡。你弄脏了我的花瓶，你摔碎了我的，哎 sorry 我词忘了。我再找一个吧，找一个啊，海绵宝宝这个人
这个知道海绵宝宝的人好少吧，因为我是没有参加，我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就自己在天安门前面唱。我喜欢你冷冷态度，面对我的小招数，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买衣服。我喜欢你冷冷的态度，哒哒哒哒哒哒哒，呜呜。歌词忘了好久了，六年前还是五年前。 OK， 继续，还能再唱哈，再找最后一个吧，最后一个啊、嗯，还可以，海绵宝宝，还可以，阴你，追光者，好难啊！不要找那种女生给她 key， 我真的，我现在只能在我自己的 key 上发挥一下 ，butterfly， 飘飞气球，野狼第四口，好，这个我练了。哎，老师第一句是什么来着？那个再往前，副歌。来，给我左边，给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但我只会唱那副歌。心里的花，我想要带你回家，在那深夜酒吧，管他谁跟谁家，谁跟谁家，今夜尽情摇摆，摇摆。中意你他，你是最。最美，你是最美丽的，你知道吗？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坏的。前面什么？大大富二代，我拿脚往里踹。OK， 其实我想唱那个的，对，你们还挺懂我哦。好了，可以了啊，这老师说可以了，那我们继续下一个环节。啊，唱哪个？那我准备野马，可以。截图或录屏今晚的直播，发到田日晨的超话，并带上话题井号键酷狗首唱会井号键结束，就有机会获得我的签名礼物哟。哎，这个礼物好，哎，我知道是什么礼物，来吧。野马来啦。闭着眼睛，我是拴不住的野马，偏执但我不曾倒下，我是不说谎的哑巴，总把沉默代替回答，那酒红灯绿的繁华，是一线昙花的梦啊，无忧的梦继续，让一切都不分真假。草原上没有我的家，可是我心里有匹马，负重浪迹成夜叉，有个梦叫我放不下，没有人愿意离开家，离开安乐我和牵挂，别害怕学着长大，有一天总会找到家。特别喜欢这个前奏，我觉得会有想哭的感觉。那无拘无束的野马，好过被人手捧的鲜花，无人问津的傻瓜，将一哭一天全都咽下，走过江河跨过云崖，抱着吉他自说自话，一个人在夜里唱着那首半马半马。
草原上没有我的家，可是我心里有匹马，负重浪迹成夜叉，有个梦叫我放不下，没有人愿意离开家，离开安乐我和牵挂，别害怕学着长大，习惯吧，总有一人在犯傻。谢谢，这是你们第二次听我的野马吧，歌词你们没有看到，如果你们看到的话应该会跟我一起唱，就像赵平林一样，赵平林呀，你叫哪里呀，又点赞了，谢谢谢谢，好了来吧，现在又到了一次互动环节，然后大家可以快给我评论，直播界面右下角有新歌评论区，线上的粉丝可以给我的 Hello 评论，每超过999加，就是999加，就会爆一次爆灯。来吧，让我成闪亮的灯球。好，好好听，好听。Fly， 唱八娃之歌。叮叮当当，咚咚当当。哦，这光太强烈了，有点看不清。八娃之歌是什么呀？你们知道吗？八娃之歌，我真的不知道八娃之歌是什么。阿里巴巴飞黄腾达啊！这个我们看那个手幅的时候我还特意拿回家了，你知道吗，那个手幅写的还挺押韵，我有可能会写我词里边。唱葫芦娃，葫芦娃我歌词我不记住，要不就唱了，太调皮了你们，让我唱葫芆娃，你们可以选歌呀，这个环节，对啊，你们有什么想问我的，就是近期怎么样啊，对，随便可以问，你们想粽子吗，粽子啊，粽子我上次去横店回来也差不多有五六天了吧，这家伙一看到我就哭了，虽然他不会哭但我感受到他会有一天回去就是抱着他睡，就一回去他就团子啊，我有一次啊，为什么最近没有发团子呢，因为团子现在已经在家人那边演，因为团子现在已经就是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小母狗了，对，他俩在分开，知道吧，唱可惜不是你，好，可惜不是你，哎，不是，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还有别的歌吗，我只会一点点一点点，就是你看看有什么你们想听的，哎，我要喝水，我嗓子有点难受，稍等一下，我回来喽。忽然之间，才发现，唱 rap， 陈奕迅的，嗯，想听陈奕迅的，有人想听陈奕迅的，老师，我们能放陈奕迅的歌吗？你们想听陈奕迅哪首歌？来，快给我评论，告诉我你们想听陈奕迅的那首歌。十年，这个歌红，爱情转移，哎，好久不见，爱情转移，浮夸，淘汰。OK， 老师可以唱浮夸吗？来，浮夸。哦，这歌我唱完了以后，我要歇一会儿。
有缘问我我就会讲但是无言啊我期待到无奈有话有讲得不到存在我的心情有像真该等未揭开嘴巴可以再用青苔人潮内与环境与变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偷眼的高歌烟火的风压损坏四面台尽最剩的三百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擦带你等我是否夸吧夸张只因我恐怕是无头是四头的话得到足的吗其实怕被忘记只怕带来烟花很不安怎会有话牺牲还真忠沉默吗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题让我狂做大雨落歌我想唱完这首歌想唱那那撒巴某后某会站着雨楼落那时候我下来发誓个位必须恨挡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无存你做那一座爱中工作中受过的佛事太多自尊已抱紧地落总是能寄托我未曾活多过便知我为何带动作很多犯下这些错过缘问恨恨我性命太慢你等我是否夸吧夸张只因我恐怕头丝丝到底画得到足意吗其实怕被忘记只怕带来烟花很不安怎会有话牺牲还真忠诚吗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题让我跨坐坐大雨落很喜欢这首歌歌词写得非常好恨云已不落怨言未等过就知我为何用煞费苦心作答作一个正常应告我负议论心吗你将我做浮夸吧假使生怕生也不怕我最想要恐惧吗静静也恨你把握起裙在裙在吗要我养养嗓子听最后一句点赞快哦又到了我们环节我嗓子你看我唱完这首歌我的一吼我嗓子就会就会废了我算过我每天这首歌只能唱两次要不嗓子就哑哎留下来了我母亲的泪水你肯定是冠军去参加梦之声把我点嗓嗯好听你们话喝水
中国好声音别了吧。我还是想就是做做作品，如果真的有一天能有机会去在真正的就是唱歌的节目当中去表现自己的唱歌的话，我也想去，但是我还需要沉淀，因为你们看到我的沉淀是一点点嘛，然后沉淀到现在这样，就是每一次的沉淀都会有一点的积累和进步。你的作品好好听，谢谢。你唱歌真的好好听，我真的谢谢。哦，又打船了，谢谢谢谢谢谢。宝宝今天啊，今天好看，谢谢谢，进步超乎想象是吧？谢谢谢谢。其实我不单单是要进步，要在某些领域都会涉及到。你们有些能有可能有的地方都不知道我就是在进步的地方，其实很多，不管是在你们所知道的唱歌方面，就是我在作词作曲啊，还有编曲，这是一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而且我现在就是以后我的想法啊，我是天蝎座，我有一些喜欢就是控制在我自己的掌握之中，所以我不管是在作词作曲编曲，以后再加一些混音，我也要去这一年练习一下，然后再过母带就不用了，母带就不需要。然后还有编舞，你们忘了我是跳舞的，而且我是编舞师，我之前出道的时候是编舞师，我一直没有编舞是因为我现在先想出一个很好听的歌，然后编出来了舞了以后，就是让别人所知道，就是我是真正的全能，而且编舞应该是属于我的老本行，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让我去编。但是你们看过我的 To You 是吧？如果只有机会在那种演唱会啊，或者是大荧幕面前去编舞的话，我的作品会一定很好的。你们不要忘了我是跳舞的，现在你们都说啊他是唱歌非常好，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是跳舞的，我是编舞师，我一直没有展现呢，因为我觉得我要拓展很多领域，没必要就是把全给别人，对，一点点去让你了解我，因为你们了解我的时候才能知道我，因为我是什么样的人啊什么的。对，我所说的全能是就是全部都是都能。对，我现在就 MA 一般人就是应该很少人会剪 MV 吧，而且会拍更少了，我拍剪导演设计假太多了，我不知道我现在我以后还要学什么，你们给我提点意见，你们告诉我，就接下来我要想有什么都 好的建议哈，告诉我觉得哪个地方适合我让我去学习，来评论告诉我，我都会去学的，因为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学习东西，新东西一进这个圈我就不想了。弹吉他好啊，其实我生日会的时候就想给你们唱那个野马的时候弹唱，但是我要去横店去拍戏嘛，所以不能把吉他带到剧组啊，就因为我去完剧组还是再回来，就种种原因就没有带上吉他给你们唱。这次我也想带吉他了，但是我来之前我就是忘了，抱歉，但是我会答应你们，我会给你们唱一个现场版 live 版的野马，因为这首歌是我编的，所以我很熟啊。华帝多些自拍多营业，好啊，你看我最近还不够营业吗？你们想我多营业？我有一个恋爱想找啊，学习一下舞台的范儿。哎，可以，这个很好的建议啊，因为我太执着于技术，反而忽略了表现。对，哦对，我现在不在练台词吗？我自从被彤彤带的，现在每次彤彤给他发语音的时候，彤彤你在吗？华帝，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我现在杨彤的普通话每天都在进步，不行，他说哎，现在开始 diss 我了，你不能再说那个东北话了啊，我现在贵州话都不说了，所以我现在我普通话在练，因为我马上就要已经在剧组嘛，所以现在也只能就是练台词啊，给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也来要督促我，不能再那个，因为做个演员的话说好话才是最第一步，我会练好台词的，学习一下舞台的范儿。哦，我知道了， OK 我记住了。哥哥的新戏什么有什么期待呀？
就你们现在所看见的我在这个地方啊，穿个背带裤，有可能听到我唱歌或者什么的，但是你在那戏中你完全不是一个人，你想不到是我一个，是我真的，不管是从造型还是从方方面面还有眼神投入，真的完全你们会哇这谁呀、啊、这是真的你们想不到。好，我们到游戏环节了， Wait come on， 又来一个游戏啊，我不敢看了，你们先看一下，春天了是吗？ OK， 饭圈用语十级考试，请铁神把下面的饭圈用语和正确的意义连线。 NSDD 人参 PRPR， 我现在我只知道第一个，而且是我的经纪人告诉我的，是总告诉我的 NSDD， 你说的对对吧，这个 A 应该连第三个，我只记住这一个，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PRPR 是什么？ PRPR 是什么？ PRPR 告诉我是什么，你说 PRPR 是什么？我老了，你神叨叨，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你们跟我一样也不知道，这怎么办呢？都不知道怎么办？哦，舔屏啊、哦，这是舔屏 ，PRPR 是舔屏，疯狂舔屏，为啥是疯狂舔屏？应该是舔疯狂，疯 FCTP 嘛？为什么是 PRPR？啊，哇，这还有拟声词啊，那人参是什么呀？人参你们知道吗？人参是什么？人参不知道，声音人声，这两写是人声，人参是什么？人参攻击，祝你好梦，怕你越来人身攻击啊，他是那个把那个身子缩在一起了。BL 叉呢？我刚才以为是，啊，好了 ，OK， 谢谢你们。我们这个我是真的不懂这个，这个我不怎么懂。谢谢玻璃心。喝口水啊。好了 come on， 可以保护好嗓子， OK， 今天在超话发帖向哥哥普及一下，好，谢谢。热吗？哦，水是热的，这是热水啊，你说我是热吗？哦，有点热，其实有汗了已经，刚才唱完那个浮夸的时候就已经累了。哦，好了，到了点歌环节了，你们想听什么歌的，然后就在屏幕上告诉我，来吧。小姐，你摘下的嘴角最美，我不是很熟哎。说好不哭，我看你 MV 的还挺感动。当你心动，斑马。好，心如止水啊。好，我喝口水啊。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 Walking on the roof， 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世界的尽头？
说不完的话，找不完的借口，是不是会狠心把我叫解剖？这个唱法是有人教我的，但我只会唱这点，因为我歌词没有记全，有点忘了。哦，可以啊。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哦，你们可以现在啊 ，Tap Now， OK， 我想唱这首歌 ，Tap Now， 好，我直接给你们。你们想听我之前我第一次唱歌吗？这首。这里好多我们之前的回忆。The game's coming up， 我要加快脚步，没理由在意前面这条通往梦的路。The game's coming up。迎接他的是自信的脸，快回到位置坐好，下面到我表演。感觉好像被困在了迷宫里，到处是反对的声音。我要，我再给你唱最高的地方啊，小鱼啊。哦，就这儿了，这是我们的机会。哦，我再酝酿一下，这个太高，我自己都没唱过。哎呀。相信我，一定会变得炙热。就在这推开门的第一刻，这是我极限了英语。就他们那之前我不敢挑战的，因为太难了。就那个之前，这首歌应该是我们那前主唱好像只有四个人能驾驭吧，一个是小鱼，荣主。金亨和皮林，对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能唱上去，这很难的啊。对，快点点歌，我今天我想给你们唱唱歌，我现在已经喝了两杯了吧，我已经喝了两杯了。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首唱会嘛 ，Google， 就是我想好好给你们唱一首歌。因为上次在生日会的时候没有好好唱，因为一直是我唱给你们听，然后你们这次呢想听什么歌你告诉我，然后我会好好唱。没关系，我喝着热水呢，没关系。唱你喜欢的。其实我听歌太杂了，因为我从曲风都定不下来，因为我听的曲风太多了 ，first bass 啊 ，trap， 民谣啊，流行啊，我都听，而且我都想做，所以我都没有特别确定的，只要好听的歌。我想和你，是吧？这首歌我都爱听，我觉得都挺好听。You class， 啊、嗯，唱民谣 ？No， 民谣我只会唱一次，对我下首就不会唱。平凡之路，啊、嗯。哦，我有忘歌词哎，唱童话镇，歌词也不记得了，啊，我给你找一下我的歌单吧，我给你看歌单好吧，看歌单，然后给你唱这首歌，我偷一块钱四个，嘿嘿，行吗？现在不很流行吗？妈呀，我这歌的都是英文的。好了，你们问吧，我感觉我要问的话全是英文，我都没记住歌词。好，我再帮你们唱一首，然后我挑一个，好吧？用你们的小脑袋瓜想想，想我唱什么歌，想听我的唱法 ，See me。I see you monster, I see you baby。 这没记住，像啊，昏厥海边，那就是唱告别少那个告别少年吧，好吧，告别、
过于哭啊。听归听。有些朋友会越走越远，总有心愿来不及实现，车开走那一天，我们跑到极限，可惜却追不上夏天。长大就像往前蒙着眼，一半期待，另一半不安。不行，我嗓子有点痛了，可以吧？我喝点水啊。好了，我们继续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灵魂画手，请田如晨根据导演组给出的歌名画出这首歌的特征。机智的你能猜到他画的是哪首歌吗？啊，好，导演组给我歌名，然后我画，然后让你们去猜我这个是什么的名字。好，这个太难了 ，pass， 太难了，啊哈。老师，我需要画是吧 ？OK， 这个我先提示一下啊，很火，最近非常流行。好了，准备啊，我没有写歌名，来切个静静，老师，这是什么歌？能看见吗？很火的，除了 disco， 想想还有什么？哎，好，恭喜26次心动盲中，对了，哈哈有。看我的粉丝跟我是一样心有灵犀的，他知道我要唱什么，太动了。哎，这好难的，就是我觉得你们够呛能猜到，因为我自己画的时候，我也没猜对它是什么东西，很难吧？这是一个简单的喜欢是心动，心房，哦，对哦，这是不是你？其实脑洞挺大的，这我感觉心墙也不是，你们脑洞还挺大的，不是，心如止水，嗯。哎，心如止水这位，我先提醒你啊，你有点接近了，因为你有一个字非常的加，心又很贴切啊。心战，有个字水，提示了啊。算了是吧，老师都说我的话里你们猜不懂，我告诉你们吧，嗯，是
潮湿的心。我因为我画的是在桑拿房，所以这个心在出汗，所以我就 OK OK。 还玩这个吗？还玩这个吗？再来一次啊，来吧。这个老师可以写字吗？来，去猜这首歌名。哎，恭喜猜对了，全是哈哈哈。这比告诉他们那个更好，几乎都能猜中。对，是 Hello Easy， Yeah， 是很 Easy。老师那个笔帽我给你掉了，谢谢。OK OK， Top Up。可以吗？老师，我们现在是进行到哪一步了？好，我们唱下一首歌《Lamp》了。喂，《Lamp》。随意奔跑 ，feel so every night，wonderful every night，let me show you to the blue sky，alright， 坐在船角把最美的画面定格 ，feel so every night，wonderful all the time， 想与你终身跃入海底，我就像大海拥抱着你，抱紧你，在我怀里呼吸。就嗅着你鼻息，所处 forever 都是你，我们十指攥在一起，随便买点东西，但荣耀不留下足迹，喝这威士忌，夜夜是你是你，最好的全都给你， forever 都是你。forever 都是你。我要编舞的 Ever 都是你 Ever write a song for you, for you 跟着这首歌的旋律你我 fall in love Feel so every night Wonderful all the time 将与你终身跃入海底我就像大海拥抱着你抱紧你在我怀里呼吸就嗅着你鼻息说出 forever 都是你我们十指攥在一起随便买点东西但荣耀不留下足迹喝这威士忌夜夜是你是你最好的全都给你 forever 都是你 forever 都是你想与你终身跃入海底我就像大海拥抱着你抱紧你在我怀里呼吸就嗅着你鼻息说出 forever 都是你我们十指攥在一起随便买点东西但荣耀不留下足迹喝这威士忌夜夜是你是你最好的全都给你 forever 都是你Forever 都是你
的都是你。Yo， 谢谢。我这回我想说一下，我上次生日会的时候没有说过这首歌，我的制作流程。其实这首歌名为什么我这首歌从头到尾没有一个 lamp 这个词啊？我跟你们讲，因为我有一次我从一个岛上要去一个我住的一次水屋嘛，住那水屋的时候，它是到晚上了，然后那个有一个拉船的师傅拉着我。我从那个岛上要去那个无人岛，所以到晚上了会很黑，然后那个师傅的时候一直在给我比令 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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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p， 我是很英文还是不错的哈，就但是他发的是 lamp， 我说 lambo， 他说他不是，因为他不懂英文，我就很烦。最后我用什么时候想到你知道吗？因为到晚上的时候天一黑的时候，你必须得很害怕，你得需要有光，要不在晚上去航驶的海的话，你不知道你要去什么位置，因为是无人岛，这海上是没有路灯啊，没有这个东西，你知道 一个光是多么重要吗？就是在海上，如果你没有光的话，你就不知道你要去下一个位置是什么，你没有安全感，你不知道你接下来要做什么，而且有可能就翻船了，然后就人就消失了，也没人知道你在哪消失。我觉得 lamp 这个词给我打击很，就是打击很大，让我很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所以我就想，我这首歌是写给你们的，但是这 lamp 是形容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 lamp， 所以我觉得你对我很重要，没有你我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把这个词，就 lamp 做了这歌名，也是送给你们的，谢谢你们，你们懂了吗？可以叫光啊。你也是我们的 lamp， 你也是，好，懂了。对，那个时候那个，我现在还有手机里头那个，就那个船夫，那个图片呢，他很可爱，他告诉我了一个道理，就是 lamp 很重要，就没有灯没有光的话，就人会没有方向。I just want you love。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然后我有故事给你讲了。老师，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好，心有灵犀一点通，你也是光。对，其实我知道你们喜欢我，但我不想单纯的就是你们在台上看到我，舞台上就会唱啊跳啊我的作品，其实我想让你在身上，就你们从我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和道理，因为如果你要回去看我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的，到现在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这是一个人，因为我这个人是，就有可能这样吧，因为我是个天蝎座，比较死磕，就一直在跟自己憋不过去。很多人都说，田神你唱歌之前还要跑调，而且。就是音域也不高，就很多东西都告诉我了以后，我就完全没有理会，你们也不要理会，因为你要去自己认可自己，你要，我是自己的心话给你们，就是心里话想跟你们讲，就是你要自己要认输的话你就输了，你一定要是把自己，你自己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该做什么，别人都就是一些不好的建议或者是不好的一个给你的一些方法，你不要去听，你坚持做你的，而且你要一定沉淀，你一定要去稳，这样的话你就会，等你当出来的时候，别人啊，你已经在这儿了，就已经不会说任何一句话了。对，听不见了，怎么会听不见呢？其实我就是想跟你们知道那个野马那首歌。一个人在夜里唱的那首斑马斑马，其实那晚上我是真的会唱斑马斑马，就是你们有可能，我答应你们是不给你们唱哈，就给你们唱，但是其实我唱了太多遍了，我自己做音乐的时候在我那小房间真的是给狗唱，就给粽子唱了以后，粽子就他反正听不懂，然后就给他唱的时候他能明白，我觉得能让他回头看我一眼，我知道哎这歌旋律是对的，或者是打动他，这粽子是我的亦师亦友。其实我觉得要是
写给自己的野马的话，你们听了以后，就是我发给我的姐姐啊，我的家人听了以后，他们会哭，他们觉得，因为他们太了解我了，我是什么样的性格人，然后他们一听那个词和曲一出来，就完全都不用说，他们就第一时间就会流泪。因为我跟我家里人也不是不联系，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不是特别的完善自己，我想让自己更好更提高，就有的时候会闷着。你们不知道我之前在象山拍戏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准备歌了，因为我在象山的时候我就开始学编曲，在 YouTuber 就翻墙看 YouTuber 以后，我英文其实不是，就是字幕还有一些词不懂嘛，你再去先翻译，你翻译再去学，然后再了解一个，这个对我来说是真的比参加，就是我参加综艺节目还要累，因为那个是你完全不在一个领域上，你要把它看懂，你要知道编曲的一些基本的混音方式啊， compressor reverb EQ 还有 delay， 就是这种东西你都一个一个去设计，你得一个一个去讲，还有宿主软件 BPM 什么的，从就每个你都要去学，每个都要去自己靠自己一个人的梦，那个时候就挺爽的。我选这种，我每一年都会给自己一点压力，我不给压力我是就活不下去了。有一些人就是生下来就啊，就像那个我们羽泉之鸣有一次导师，叫有去导师对导师说过。就是主师爷赏饭吃，还有老天爷赏饭吃。高晓松老师就跟周轩哥嘛说，一个是主师爷赏饭吃，我觉得我应该是那种，因为我是后期的，就后期来的，我喜欢那种靠自己的，所有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攥在自己手里，全是记在自己的脑袋里，我的思想里就没人能夺走啊，或者是就说的有点过，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把自己放在自己手里的，你还是最安心的。好，准备下一个游戏了啊，我说是不是有点多？表情包大作战。好了，表情包大作战了。请田神根据以下描述做出对应的表情 ：A. 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我们一个一个来吧。尴尬又不失。我做演员开始啊。好。笑吗？给大佬倒杯波波茶。这谁呢？这是我要做表情是吧？可以吧？好，第三，我方了是什么意思啊？我方了是什么意思啊？老师，我方了。哦，来了，老弟，这个表情，你要是要老童杨童来的话呢？杨童第一件事，耶！杨童第一句话，就你们私下杨童，耶、yeah?。嗨 bro， 杨总是这种感觉，然后我就，对，就是有这种感觉。什么歌？最后有一个什么歌？喝口水。可不可以？我嗓子有点难受啊，有可能会破音。半路返航，坠落自责的海洋。
发现离不开你，我开始决定回去，你不在原地。我可以接受你的所有小脾气，我可以带你去吃很多很多好东西，我可以偶尔给你带来小甜蜜，就像前几天那样，每天都会给你知道很多惊喜。你的心上我能治愈，我的快乐也只有你能给予，我们就别再分离。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爱上了你没什么道理，只是刚好情窦初开遇到你，不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趁我还没有过保质期，趁你还愿意。继续啊，不要停。谢谢。这次回家嗓子应该可以休养一会儿了。好，直播界面右下角有新歌，直播界面右下角新歌评论区，线上的粉丝可以给我的 Hello 评论，每超过999加就会爆一次灯，来吧评论吧。我看不见弹幕了。把这什么啊？截屏或录屏的今晚的直播发到铁如神超话，并带上话题“酷狗首唱会”就会。Sorry。截图或录屏今晚的直播发到铁如神的超话，并带上话题“酷狗首唱会”，就有机会获得我的签名礼物。来吧兄弟们
sorry， 来吧，来吧，我们就差200了，报个999，来来来。好，我感觉，我先听听杨彤给我说什么。你是疯了吗？看你刚才普通话都标准。大家听一下那个杨彤的普通话啊！你家又有狗，然后又买猫，你这个不是疯了吗？你这真的是，你看没有猫？他现在就是他老师是那个北京人嘛，然后就叫他北京腔。杨彤就是说那个我不适合养猫，他不让我养。哎，陈顺说了啊，他说打的字可以啊，挺粘人的猫。对，他说挺粘人的，他说挺粘人的。品林说狗吧，他说让我养狗就是不成功不好看。王迪说为什么不适合，但是你已经养狗了呀，同时养的话比较罕见。你看看我其实好多人又养狗养猫的，他的意思是，哎，他这是默认两可，哎，这怎么评论呢？同时养的话比较罕见，他说这么说。哦，调整失败，好吧。等会儿还有人呢。AJ 说的，大家听一下。哎，你干嘛突然问我这个问题？适合啊，你都能养狗了，那养猫的话当然可以啊。猫那么简单，就是那么会自理，你都能养狗了，一定能养猫。AJ 是觉得我适合，现在是一个，好了，没了，耶、yeah， ！要卖萌，我还不知道真的要唱歌了，真的，我真的不会要卖萌。上次你们说 Kiyomi 那个，别闹了，真的。还有要什么？好，酷小狗，好。来吧，你们可以问我问题啊，你们想知道我什么故事啊什么的，最近在干嘛什么都可以说。有点甜，注意嗓子。好，老师你帮我看一下录屏，我在签名。OK， 昨天和彤彤去干嘛了？昨天我和彤彤从绍兴回北京了，你说干嘛？ Vlog 什么时候？为什么要拍 Vlog？ 哦，这个问题你们问的太对了。我先说一下啊，我觉得 Vlog 已经对我来说就很简单。如果你们是没有看到我要剪出的效果 Vlog， 其实我觉得剪 Vlog 真的超级简单，就是如果你们想要一个电影级的一个作品，像电影一样的一个 MV， 还是想 Vlog 是能讲述我自己的小，就是我的生活方式还有生活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作品很好， Vlog 只是记录生活的一些方式。对， Vlog 其实很 easy 啦，我上次就在评论里，微博评论说 Vlog 很简单，我能剪出6个，哇，太简单。新歌什么平台收费吗？收费吗？我想跟说的时候不收费，因为你们一直对我的付出，我就说好了，这首歌是一个写给我自己，一个是写给你们的，我为什么要收费？
而且我不知道以后是怎么样，如果以后如果歌曲收费的话，应该不是我能抉择的，但是我是想的时候，我每一首歌都是只给你们听，不想收费，但是公司这样收费的话，那我也不知道啊。快来救救，快教教我做 vlog， 所有事情不用教，你自己想的话你就能做到。我也没有，我想做音乐，我想做 vlog 的时候，我没有人教我的，我就自己看，因为现在的 B 站很多厉害的，对，跟 B 站会学很多东西啊。如果你要想更高级一点，翻墙上 YouTuber。哥哥太厉害了，你们不知道我的隐藏技能太多了，我现在书法现在又对，学习能力太强了，我还好，只有学习能力强不强，有一主要是看你有没有恒心吧。我这个人定力比较强，就是我要做的时候必须做，要不就不做。我要往前一点，我看不见了。哥哥英语发音有练吗？有啊，我在乙团的时候被老师 diss 了。那袁亚维老师说我那个语法问题，其实我是看了一些网易云号国外的，他们就 I love you 的时候把 LUV 直接这么缩写都可以，为什么就一定要钻进牛角尖呢？我也问一些老就外国人，我说这么可以吗？他很多人都说可以。其实我两个形容词我自己知道，就那个 feel so very nice， feel so very， so 和 very 是一样的，但我问了很多人，我说你想唱就想唱啊，没有那么多即兴，所以好像说语法不应该同时出现在一段，但我说是歌曲，它我不是在说话，我要形容这个感觉就是 so 感觉就非常非常，就是我就想体验这个，我不 care 别人说什么，你认为好听就可以啊。OK， 练练饱满，666，睡得好吗？啊，很好。昨天因为有粽子在旁边，睡得非常香。哦，谢谢包灯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的行程，你看我的眼神在瞄哪儿呢？我那个，我刚才我以为那公司不让我去透露戏呢，我说可以简单的透露一下，我马上去横店拍戏嘛。其实我今天就该，明天就该走的，但是改了一些行程时间，所以就是因为我要筹备特别重要的一个。那个节目就你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双十一晚会，这个对我们组合还对我个人而言都是最最重要的，在这次舞台上应该我们不可能不用全心全力去做，我觉得，所以这舞台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投在这个方面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应该期待哦。拍戏我面试的组应该是这一年也差不多20个了，也是面上了，也还蛮不错，也非常感谢公司，就是这戏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开端，也是一个起点，因为角色的对我很重要，就在戏中的角色分量很重要，我需要真正的以演员的身份看待这部剧了，而不是一个歌手或音乐人，所以我想更多的心思等去完双十一晚会了以后回家，有可能就又是沉淀式的，因为我喜欢沉淀嘛，我也会把我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那个地方，因为我是什么都喜欢，就是不要人有人就说，就我的朋友啊，就是有一些队友说，哎，你不要再唱民谣了，为什么唱民谣？唱民谣不适合，哪有就是唱跳型选手去唱民谣啊，或者偶像什么的，我说为什么叫？我都25岁了，对啊，哎呦，扣你，我觉得啊，唱跳归唱跳，你能在台上能展现出你身为那个身份的组合的身份一员的话，一定要表现出你淋漓尽致，然后让
身边人感受到能量和 energy， 然后自己的话你有自己所追求的话，你就比方说我喜欢民谣，那我真的就是喜欢民谣，难道就不要我去做了吗？难道是和我身份不搭吗？我觉得完全没有，我只有喜欢。然后 EDM trap 就是因为我跳舞出身嘛，就是我有自己那一面，对，就是躁动那一面，想自己就是因为我跳舞出身，就听古典和一些嗨嗨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想动的，那是与生俱来的。但喜欢民谣是我的性格，我喜欢那股有味道啊，有低沉的，都我就一直在坚持做。然后拍戏我小时候特别的就觉得很怎么说呢，就很舒服吧，就感觉如果你融入到一个模仿另一个人去的话，你就感觉你就是那一个人，就有另外一个人生，有另外一次那个人生的一个旅程。所以我很喜欢就拍戏，就是我在这部戏的话应该是我又一个新的身份，有可能连名字我都自己慢慢就对着别人称呼的时候就不要我叫华爹或者叫书晨，就是那种感觉，立刻换了一个人。这么你想想，每个人如果能体验到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人的性格还有人生，那你这一生下来的话你有多少的刺激啊，就打比方你经历了很多人的不同的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非常很重要。哎呀，我说的我嗓子有点哑啊，喝水放心，我都已经这第几杯了，哦，第四杯了，再喝一个就可以了。啊，一转眼已经马上快要和你们说再见了，但是一直听我说，我想听听你们跟我说一些弹幕的话，然后我会找一些人告诉回答你们想要问的问题，好吗？带发带是吗？好啊，有机会。朴春你是最棒的，好，这话应该我之前是坠，保护自己哈，剪刘海嘛，不能剪，因为剧组的时候你头发要记住要把控，而且双十一晚会的时候，万一做个造型不好看，那不是毁了吗？是不是？新歌上线时间，这个我也在争执呢，对。哥哥跳舞，好啊，双十一晚会准时收看的。我其实我也想在双十一晚会上能编一个属于自己的舞蹈，或者是给为组合里编一个舞蹈，那真的是很刺激。因为我一直想做，但是有可能有戏的原因吧，还有什么原因没有编成。对，希望有一个机会。来四川嘛，好地方，想去啊。如果拍戏的话，学的更好了。微博自拍。放心的，我给你们留着呢。舞蹈视频是你自己的，好，可以，没问题。期待双十一，好的 ，Trouble Maker。Trouble Maker。好了，我最后回答三个人的问题，然后我就准备走了，因为我喝了四杯水啊。对，真的，我也挺能忍的。好，我会去福建和宁夏，因为我去过福建，没去过宁夏，好好营业。MA 素材是不是乌兰察布？是的，你们以为我上次去那个地方，难道我只就是没有拍东西吗？我拍了，但是我不说。低调的人都是慢慢的沉淀，留着慢慢以后用。你们也早点休息啊，晚安。北京有点冷，如果在北京的话，或者是北方城市的话，注意多穿衣服。这个季节的时候变天了，马上会冷，所以注意身体最主要。拜拜了，期待歌吧，我争取最快。You, like you, I'm the only one raw like you, like you. Yeah, go to Bali, so I'm a song, sing your old love song with a wonderful girl like you, yeah. 我会一直记住你，我会一直想着你，yeah.
我会一直陪着你，一直在乎你，一直珍惜你。你对我的爱永远不会找借口，你对我的心不仅是一点感动。希望每一天你都站在我的胸口，修着你头发，把你搂在怀中。Kiss me, trust me, give me all the energy, let me be your hero, let me be your side, 24/7, see you anytime, and you never see me.